请问一下，小朋友们都有没有收看我们的超级英雄特区啊？有，我们的超级英雄特区呢是每周日下午5点在悠悠 TV 都有播出哦，今天回家就可以收看，好不好？好，要准时收看哦。那现在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海贼战队。快变身！我们是为了找寻传说中宇宙之间最大的宝物而来到地球的，可是宇宙帝国残念客也正锁定想要侵略地球，他们可是已经侵略了很多星球，想要支配全宇宙的邪恶坏蛋。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的。我们继承了传说中战队的力量，使用战队钥匙变身成为传说中的各个战队英雄，使用他们的力量和宇宙帝国残念客进行战斗。只要是看不下去的事就要阻止，我们绝对会打倒他们，而且想要的东西也一定要得到手，这样就是海贼，对吗？我们为了宇宙中最大的宝物，现在就要豪快的出发了。我是乔，是使用剑的高手，我以前曾经是残念客特殊部队里的一员，对于他们的做法非常不认同，所以我反抗了残念客，在我逃亡的途中遇见了马贝拉斯，因而成为了海贼。我想说的就只是这样而已。我是卢卡，我先说我感兴趣的就只有宝物而已，所以成为了海贼。就这样，请多指教。嗨，大家，我是东波格伊尔，大家都叫我博士啦。我对于战斗比较弱一点，我负责的是豪快帆船和豪快者们的装备和武器维修，然后打扫和洗大家的衣服啦。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啦，大家也请多多指教哦。大家好，我是艾姆法密尤，我是被残念客所侵略破坏的法密尤星公主，因为成为海贼被刊登在悬赏通告上，才能让广阔宇宙中活下来的法密尤星人们都知道我还在跟残念客战斗着。可是今天就让我们忘记这些事情吧，因为我想跟大家一起制造快乐的回忆。好，给我们的海贼战队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我们帅气的海贼战队已经来到现场了，那因为他们很开心来到金华城跟大家见面，也准备了小礼物想要送给大家。那现在呢，我就要来出问题考考小朋友们，看你们知不知道答案哦。好，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位豪快营，对不对？豪快营，那我想要知道他所操作的机器人叫做什么名字。哇，知道哎，那我等一下数一二三，举手举最快，喊我喊最大声的，我们就选他哦。那我要请我们的好快红帮我选小朋友。好，那现在我要数一二三喽，准备好了吗？会，知道。好小声哦，准备好了吗？对，要这样子。好，来，一、二、三。哇，好，哇，
瑞弟弟。问你们。对，正确答案就是好瘦神，很棒哦，我们给他拍拍手。好，没关系，待会还有机会哦。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超级英雄不只有海贼战队，大家知道还有谁吗？对，大家这么热情，想必非常期待见到他。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欢迎假面骑士欧子。龙鳞老虎黄虫大头发，他头发他头发。假面骑士奥兹，小朋友给假面骑士奥兹拍拍手。大家好，我是假面骑士奥兹。我使用蕴藏各式各样神秘能力的欧印地来变身成假面骑士，为了保护大家不被贪婪怪人以及贪婪兽攻击，我会一直持续战斗着。现在我使用的是鹰虎黄连组，是使用红色的老鹰印地、黄色的老虎印地以及绿色的蝗虫印地变身的，是能取得最佳平衡的连组哦。红色的核心硬币蕴藏着飞鸟的能力，黄色的核心硬币蕴藏着野生动物的能力，绿色的核心硬币蕴藏着昆虫的能力，其他的还有蕴藏着水生动物能力的蓝色硬币，还有好多连我都不知道的核心硬币哦。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连组会发挥出各种强大的力量。当我收集完全部的核心硬币，也就是奥斯的战斗可以终止的时候了，我会继续加油的。今天我是为了来跟平常就一直为我加油的各位见面的，请多多指教。好，给我们假面骑士奥斯拍拍手。好，我们的奥斯也来到现场了，那他一样有准备奖品要送给小朋友。可是在这之前呢，我先帮大家复习一下。想请问一下，小朋友知道我们假面骑士奥斯他在变身的时候啊，除了有变身腰带之外，他还要搭配什么东西才可以完成变身？对，就是这个，要搭配核心硬币哦，要记清楚哦，是核心硬币，它必须要有三枚核心硬币搭配我们的腰带才可以完成变身。那不同的核心硬币呢，就可以组成不同的连组哦。那现在在我身边这位假面骑士奥兹知道是什么连组的吗？鹰虎黄连组哦，弟弟你很兴奋哦，不过等一下答题的时候不要站起来，我们要乖乖坐好哈。好，鹰虎黄连组，那它是由哪三枚硬币组成的？对，分别就是老鹰、老虎以及蝗虫哦。那我要为大家示范一下我们的变身动作哦哈。来，首先我们放入左右两枚硬币，接着放下中间的硬币。好，转动腰带。好，接着呢，拿出我们的欧扫描器。好，准备好刷过了腰带。老鹰、老虎、蝗虫。老鹰、老虎、蝗虫。好，小朋友都有没有听到很厉害的音效？有，对，不同的连组就会有不同的音效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送礼物了。好，好，我首先呢，我的第一题是啊，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刚才有说啊，变身腰带要搭配三枚什么？三枚什么可以完成变身？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假面骑士奥兹帮我选小朋友，我一样会数一二三哦，手手都先放下来。好，乖乖的，手手都放下来，我数一二三。那刚才呢，我们选的是右手边的小朋友，那我们现在选左手边的好了，好不好？来，我们来看左手边的小朋友，来，这三枚是什么？好，我数一二三哦，来，一、二、三。好，哪位小朋友呢？绿色衣服的弟弟，答案是什么？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核心硬币哦，好厉害哦。对，没错。好，那
接下来还有奖品。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啊，我刚才说我身边这一位他是什么连组的？他是什么连组？大家都知道答案呢，厉害！好，手手都放下来哦，一样数一二三。那我们现在换谁来选？啊，好快绿，你来帮我选一下好了。好快绿也很想参与，一直要冲出来的感觉。好，手手都放下来，我们现在选中间的，刚左右都选了，我们现在选中间的，来，一。答案是什么？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鹰虎黄连组哦，非常的厉害，我们帮他拍拍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来选一个勇敢的小朋友，我希望他上来跟我一样，一起示范一下变身动作。要勇敢的小朋友哦，好兴奋。勇敢的小朋友，等一下，等一下。那勇敢的小朋友上来，还要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但是要问问题之前呢，我一定要再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他的连组咯。那现在呢，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昆虫系连组。好，在这里。好，绿色的，绿色的。好，在这边呢，小朋友看清楚，这是昆虫系连组。小朋友知道昆虫系连组是哪三个一体组成的？就是秋形虫、螳螂以及蝗虫所组成的秋螳螂连组哦。哦，你们都很厉害哦。好，那我刚才有说啊，不同的硬币就可以变成不同的连组，那我们就来变成秋螳螂连组看看好了，好不好？好，首先我要换一下硬币喽。好，你们看到我手上是有三枚，三枚绿色的，对。好，我们一样呢，来完成。好，首先放入第一枚硬币。好，再来是中间的最后一枚硬币。好，转动腰带，然后拿出我们的欧扫描器。好，准备好刷破腰带咯。秋形虫、螳螂、蝗虫。秋形虫、螳螂、蝗虫。有没有又是一个不同的音效啊？是不是换成不同的连组就会有不同音效产生哦？小朋友回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好，那介绍完我们的昆虫系连组之后，就是我们的猫科系连组咯。猫科系连组是黄色的，黄色的猫科系连组，小朋友知道是什么硬币组成的？哇，小朋友都超厉害的。没错，是狮虎豹连组，是由狮子、老虎以及猎豹所组成的。好，看小朋友都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那现在呢，我就要来选一个勇敢的小朋友了。好，手手都放下来哦。来，我数一二三了。因为现在，我请我们好快红来选好了。好快红的女孩子来帮我们选一个小朋友。好，手手都放下来了，要勇敢的小朋友哦。选中的时候就一定要上来了，勇敢哈。来，一。二三，你有小朋友吗？绿色衣服的弟弟有，弟弟怎么傻住了？来，上来，这是你呀、啊。好，来，哎呦，小心，小心，来，错，弟弟来。我们先大姐姐帮他也系上我们的骑士腰带，这个先放地上，好吧？首先准备好我们的骑士腰带。好，那接着呢，我一个投运一个动作。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这三枚黄色的硬币是什么连组的？黄色。对，它是黄色，是不是猫科系连组的？对不对？对，好，你答对了。好，那我们就要来变身喽。来，首先放来，你手中拿着硬币，哎。好，小朋友年纪可能比较小哈，来，没关系，我帮你来。好，那姐姐帮你放好，放好。好，首先放入我们的第一枚硬币，再来第二枚。
扫描器。好，抓住我腰带。狮子、老虎、猎豹。狮子。好，放在胸前。来，我们大姐姐帮我带她小姐，好，把奖品送给她，辛苦了。可是她真的很勇敢哦，哈。啊，对不起，你那个好快红提醒我，她的扇子忘了拿走。好，来，小心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拍照会时间了。今天购买我们超级英雄系列商品，只要满1000元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超级英雄们合照哦。请现在手上已经有拍照券的爸爸妈妈呢。那边是好，我们从这边上，然后从这边下。另外呢，我要告诉一下流程，小朋友等一下从这里上台的时候呢，先跟我们的好快黄以及好快蓝握握手，最后呢站在中间，哎，好，先握手好了，然后站在他们中间拍好照片之后呢，把这个好快红握握手，好快绿以及好快粉头，最后由这位大哥哥带小朋友下台哦。那我们的拍照会流程就是这样子。好，那请手上有拍照券的呢，可以先到我们的舞台左手边拍照。假面骑士哦，海贼战队，黄花球，八个上吧。我们给超级英雄们拍拍手好不好？拍拍手，哎，都没有人啦，拍拍手，非常谢谢你们来现场支持我们哦，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拜拜。